Jones.谢谢爱笑的布鲁斯送的秋天奶茶。下午好是什么鬼？Hello，晚上好。希望我们的 dreams come true，有个人。嗨。Hello，好久不见大家。今天应该是。谢谢 PPA 送的夜蝶，好久不见。嗯，是好久不见了，是好久不见的感觉，有一个世纪没有见过了。突袭直播，其实我刚想电台一下，然后我看到谢天一在直播，我想那我也直播一下哈。5月1号，美好的一天从5月1号开始。小灰 ZZZ 送的秋天奶茶，披着好还是扎着好？扎着好吧，披着吧。谢谢胖企鹅23送的秋天奶茶，谢谢云中心爱能说话吗送的奶茶。我刚刚散完步回来，感觉不散个步，身体机能都老化，确实是老化。我刚刚上楼的时候，我的膝盖好痛，膝盖刺痛，就感觉我们一定要活动一下自己，不然这个身体都真的老化了。而且前两天一直在下雨。谢谢来碗乌冬吧送的秋天的奶茶。没想到我睡沙发都睡了一个月啊，还不能出宿舍，可能怕出了宿舍大家都出宿舍了。谢谢木木两木送的夜蝶，谢谢八会送的秋天奶茶。设但是在校区内部活动，那也挺好。谢谢柯杰送的秋天奶茶。没有要跳书记舞，什么是书记舞我不知道。我们也不能出校区，我们也是只能下楼。我没有化妆，你看不出我没有化妆吗？
我现在是素颜。说多了就成真了。5月32号就是5月32号。哦，今天干了什么呢？今天给虎头洗了个澡，给自己洗了个澡，然后给我妈妈奶奶吹了头发，还给我妈妈剃了头，我把它剃秃了，我把它这边都剃秃了。但是好在他上面的头发，他因为他是短头发，他上面的头发就可以遮住这个剃秃了的地方，就还好，就显得这两边很干净了。因为他之前这边都是白头发，现在把它剃掉之后，这边就没有白头发了。今天还干嘛？今天还搓麻将了，还吃了两根冰淇淋。不连麦，连麦说啥呀？没什么好说的。喝奶茶了吗？没有，今天喝茶了。这两天是茶公主。打个电话过去再挂掉，然后谢天一说有病吧。唠一会儿，唠啥呢？没什么好唠的，还在封闭吗？不然呢？不然你就可以看到公演了。这么久不见，不想念吗？你想念你的同学吗？你想念你的同事吗？封闭这么久了，你想念你的同事吗？明天出去玩了，真好，真开心。我们的本命年就已经这样过去，感觉一大半了。之前这一年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还计算着今年一定要摆烂，不是摆烂，今年一定要好好的、愉快的玩耍，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情。这下好了。都没有机会做，全在想。云中卷去广州啦，真好，真不错。本命年一支视频没发，怎么没发？月份不是视频啊。我才发现我上一次发视频已经是1月份的事儿了，我上一次发微博已经是1个月前的事儿了。上一次发快手还是4月7号。那5月7号的时候会发的，大概吧，因为我不知道发什么，因为有些东西要拍全身的话，就是我不好意思让我家这么乱的场景发在快手上面，太乱了我家，所以就只能做做什么手上的这种，但是手上这种我也没有刷到，稍微简单一点的。去楼下花坛拍算了吧，
那我就要戴上口罩。他那个，我觉得不好，因为跳舞的话，你呼吸会很重。我可能就是喘不上气了呀。听说林姐要拍书记舞，都是听说了，你就听听嘛。饼嘛，谁都会画，我也会画。撒娇八连我不会，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怎么样？这也可以是七，这也可以是八。七八，学文化，搬到新中心会回去住吗？搬到新中心的话，新中心也会住，回去也会回去住，看情况吧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够搬进新中心。希望是有生之年。谢谢暴躁英子送的秋天奶茶。据说六月份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们已经停了两个月了，那你就想再往后延两个月吧，就大概八月份吧。新中心这个都已经画了很多年了吧，我感觉也有个两三年了。书记舞你可以自己跳，你们可以抠图把我的脸贴上去。把我的脸贴上去的话，我就是那个了，二次元了。好像也不是哈，要脸是二次元才行。那你们就把那个乌冬画的图，就是卡通图贴上去，贴在书记舞的脸上，就是二次元林姐跳了这个舞了。让云中先跳，然后换脸换成林姐，那也不必。你们直接抠我的脸贴上去不一样了吗？都一样。这下又可爱又那啥了。糖饼教程，糖饼就很简单啊，你把它揉成一个饼，揉成一个团，然后呢你再把这个团分成几个小团，压扁放糖变成一个包子，压扁好，然后你就放到那个锅里小火煎煎煎，来回煎煎煎，好了就可以了，很简单，就是费时间。直播做不行，我家厨房实在是太脏乱差了，整个环境就是我都不好拍视频，不好意思拍视频，就是跟那种你在网上看到的那种视频是不一样的，那或者是那种非常干净的那种美食 UP 主或者是 UP 主是不一样的，非常的生活气息化，非常的杂乱，又小又杂又乱，可能这个灶台上还是很脏的那种。下楼拍，下哪儿的楼？我去哪儿拍？我去地上拍。
书，祝你教资顺利，你一定能过的。水水微博，小区牌牌，不行。你现在这种时候，你怎么能在小区里拍？小舅子，谁是小舅子？今天不舞动了，我什么时候在口袋四八舞动过？我看我这。就勉强给你们看看这个吧，虽然我跳的也不是特别好。等一下哈，谢谢幸运从小就很老实憨厚送的秋天奶茶。其实我觉得跳的很那啥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穿睡裤跳的这个，但是我中间忘动作了。这是哪个视频？这是我没有发过的视频，我是我在家练舞，我就是想跳这个。谢谢 PPA 送的夜蝶，我就在家里现在跳跳着好玩。原本想拍了，也不是说原本是想试着拍一个好的发快手，发现拍不出来，放弃了。我最喜欢的还是穿睡裤跳的，这还会穿毛绒裤子跳，但是我是用手机拍的。发 B 站不行，因为我跳的不是很好，跳的很差，所以我不发 B 站。给你们看看，可以看看。然后那种很正式的话，我不发。我不发。我希望留下来的是我不会删掉的东西，不是我就是会想删掉的东西，你们知道吧？还有这个，但是我家实在太乱了。给你们看看上半身吧，因为我身后实在太乱了。后面是我家的洗衣机。就是我那天跳过的那个，没有，那是直播之前跳的，那这是4月7号跳的，4月7号的服装，就是我在直播前，闲的没事儿，我就是反正化妆了嘛，我就想看一下化妆，因为那天白天在练这个的时候，我拍下我自己样子实在太丑了，然后我就想看一下自己化妆跳这个漂不漂亮。所以我跳的是0.5倍速，0.75倍速。谢谢小姐姐的狗送的玫瑰花，谢谢八慧送的玫瑰花。不是跳着好玩的，
就是选一些喜欢的歌曲写部分，小部分。啊，看看。给你们看这个什么，这个吧，我穿睡裤跳，虽然我忘了，但是我很喜欢，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不错的。谢谢番茄炒蛋，应该要放秦送的荧光棒。忘了。看睡裤。但是我不能给你们看，不能发，是因为这身后是我们家刚发的物资和我们买的那个东西，都是物资。因为熟悉我的朋友也知道，我的房间就是一个仓库，就是我的房间就相当于是我们家的仓库，所以我们家就是我的房间堆了很多东西都在我的房间。而且，但是我不发，而且我还忘了，而且我一开始还跳错了，不是这个节奏，跳的别的节奏，没什么，就是买的面包啊，然后油啊、米啊什么的，就很乱。然后后来我就把后面清掉了，清掉了之后呢？好一点，看看这个一个没事，我又换了一条裤子，因为这种裤子显腰细，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，我又忘了，我为什么画了一个问号。没跟上，但是我是为了我的腹肌，我把这张图留，我把这个视频留下来，我拍了好多个视频，就给你们看一看吧。但是我是不发的，因为跳的不好。今天房间带货睡裤，笑死！我觉得 Need You 这歌很好听，我很喜欢他们的歌。我那天打麻将的时候，我就放 BGM， 我就放了他们的歌，然后一首一首下来，哎，每一首我都很喜欢。所以我就跳了。原本想学一下那个阿索波，但还没有学。别的歌什么歌都好听。私のため、タ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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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タ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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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不是要求高吧，就是希望你，当然你希望你发出来的东西是好的嘛。谁不希望呢？加上我是一个这么强迫症的人，对不对？当然希望发了，我尽量不要删，对不对？你们有人看那个我的解放日志吗？好好看啊。有没有人去看？真好看。现在第七集，但是我没有看第七集，我想攒一攒，好像周一会更新一集，所以我想等一等。讲啥的？讲不知道讲啥，
因为，哎，你去看吧，就是有些人会有共鸣，就是上班的人可能会有些共鸣，上班，然后一些比较内向的人会有共鸣，主要就是想的就是解放自己，因为我没什么经验，我也看不太懂，但是我就是磕糖嘛，对吧？我就磕 CP 就是了，好磕。谢谢开心碎碎念送的秋天奶茶。是韩剧，《我的解放日志》，就是这个解放呢，指的是就是想要心理上的解放，精神上的解放或者之类，心理上的吧。就是他们有个同好会，他们的同好会叫做解放同好会。而且他们那个公司，就他们3个人没有加入那个同好会，然后每好几次老是找，就是他们公司的那没有加入的那三个人去叫他们那个去谈话，相当于你没有加入兴趣班，然后你们老师一直叫你说你为什么不加入兴趣班？你们可以了解一下什么什么兴趣班，什么什么兴趣班。对对对，金智媛演的那个，解放，嘻哈的新剧，前5集有一点点压抑，后面就好一点了。你们可以看看，搜搜看 cut 真的，太般配了，般配，般配。但是前面有一点点，不能说抑郁，有点压抑，但是后面好一点。好磕，好磕，超级好磕。看我牙龈都要露出来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花栗鼠本手。我最近还在看《流星》，因为一个 cut，我去看了啊。这个是男主，这个是男主。糖分注入了是吧？也不是。也可以是，你们看了这个剧，你们就知道男主的台词，史上台词最少的男主和台词好多的男主的男二都在里头了。他们说那个男二，他可能他之前接的戏好像都词儿不多，这个他这次接的戏词儿贼多，一直叭叭叭叭叭叭。然后这个男主呢，他一直前面几集。基本上都不说话，然后就是演那种内心，也不是内心戏，就是那种感觉的那种戏，就是哇哦，流星，对对对，第二集特别好笑，太好笑，太好笑，是那个里面那个，是那个什么顶楼里面的那个谁，双胞胎的那个哥哥演的男主角，对的。我超喜欢金智媛和李圣经的，太漂亮了，美女，美女，美女。啊，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不像不像，花絮哦，这个花絮我看过了。
般配。我什么时候穿过秋裤？我怎么不穿？哈？是不是寄生者里面的哪个？谁呀？达雷？我都不记得寄生者是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寄生者里面的未婚妻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《太阳的后裔》里面那个男二的那个女朋友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你们没有看过那个吗？那个短腿的反击，对呀，是一个人。这个，哦，太漂亮了。太漂亮了，太好看了。有没有看过这个吗？哎啦，什么什么？他那个撒娇很火的，那个什么哎啦，什么什么什么。要不算了，我不想说那个什么奔奔。这个什么，这种感觉。就是那个很搞笑的撒娇。에라도흐히보고싶어对，三流之路，对对对，三流之路，对。我之前看了这个剧，然后我有幸在韩国的时候见到了真人。哇，就是那种见到明星的感觉。就是见到这个男主。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女主？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喜欢的这些女演员就好了。我最近头像都换成他了，换了一个头像。其实我原本想把我的壁纸换成李圣经的那个，有一个非常漂亮显长腿长的那个。
反正超级好看的一个壁纸。但我想想，我每次直播，然后我录屏玩游戏，我一打开，就是一个这么这样的那个壁纸，就感觉有点儿 LSP 的感觉，不太好，就没有换，身材太好。都是别人的腿，也不，也不，也不。噔噔噔噔噔 ，Hello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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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点了，直播到8:15我就下播了。才8点，你们忘了？我要把房间让给我奶奶。想看我玩吃鸡啊。嗯，我们打算下次玩那个自建房，然后狗狗子还买了那个什么那个新的那个什么什么福地日记，福地日记那个水友是叫水友三，那个可以开50人的房间吗？我怕连50个人都没有。但我不想以上帝视角在里面玩。我之前看过，就是，我喜欢的那个主播，他们就是，开了他们自己在里面玩，然后他们那些粉丝就是说好了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他们二打。80几个人，然后那个山上乌泱泱的，像蚂蚁一样跑下来打他俩就挂了，笑死我了，太好笑了，乌泱泱，他们就一直找人，一直找不到，他们就说人呢，然后到最后，然后都快到决赛圈了，然后他们，然后就是那个山坡上，砰，一群人开始冲下来，太好笑了。狗狗子名字修改好了吗？修改好了，它不叫 CR 的狗了。我说你叫 CR 的狗太羞耻了，因为众所周知，它的 ID 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。我说你再叫 CR 的狗的话，你平常跟你朋友打游戏的话，那也太羞耻了，太没面了。我觉得我为了你的面子，你还是别叫这个了。所以我就他就改了个 ID。 我在想到时候如果我和格格子组队再找两个人，我想说要不叫青旅吧，然后但我又怕大家就开始，就是我们三都倒了，剩格格子一个开始狂救，然后你们就开始对着我们打，然后如果100个人就是96个人围着我俩，围着我们四个跳舞，然后狗狗子就是一边只能趴着救，一个劲的救，画面都有了。跳这个，那个什么，大摆锤，那个什么大摆锤，最近还有那个什么牌子666大佬666，还有对着我们擦玻璃。找几个强一点的队友，我没有几个强一点的队友，我没有什么
玩吃鸡的朋友吧，我都想要不要叫我一个河外的朋友和她的男朋友，就是他们两个一起，因为我觉得找四个人实在找再找两个人实在太难了。就想了想，如果可以，还是找青侣，实在不行，咱就匹配幸运星。哦，是不是可以双排啊？可不可以双排呀？应该可以双排吧？不是有单人双排和那个四人吗？应该吧？可以，那就甜蜜双排和鸽子两个人甜蜜双排。单人四排，那我不马上这不马上就能可以落地成盒。叫小鹿，小鹿不会打吃鸡，小鹿不吃鸡。河里面玩的只有青侣吧，我身边的，我已经不知道我身边河里，因为玉子他要上班，不养社畜，居家办公。天草不玩吧，我没见他玩过吧。对呀，小鹿还考研呢，而且他从来不玩。身边没什么玩吃鸡，只有啊，还有我的托尼老师，我的托尼老师也玩吃鸡。不是托尼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托尼，是我真正的托尼老师，给我弄头发的托尼老师。我有一次打游戏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在线上，真的托尼老师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一些同学了，什么男的同学，女生们就是我们那个什么，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也玩吃鸡，他是超级王牌，我都震惊了，他是超级王牌呢！当然，我从来没有跟他玩过，但我就看看。他是唯一一个我的朋友圈里面，就是朋友这个列表里面唯一一个超级王牌。厉害！我感觉玩就是我的列表里，往下翻都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上线了。比较少，大家都是玩那个比较多。不是，是我新的 Tony 老师，是新的给我弄头发、给我染金发的那个 Tony 老师，那跟我之前那套被我删掉的 Tony 老师不一样，因为我那是随便找的 Tony 老师，这个是就是这个 Tony 老师是就是专门去加的微信，加微信找他就是啊做头啊什么之类的。宿舍都来看我直播了，天呐！我素颜，我素颜，没事儿，素颜也播，顶着我一头凌乱的头发，没事儿，就是最最朴素的样子，看到了以后就能看到，就是看到漂亮的我，就是也很漂亮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慌张。那，黑的都黄回来了，那是因为我漂过头发呀。而且我染身是我随便找了一家店，外面家附近随便找了一家店染身的。是意中人，是意中人。想看戴眼镜上过呀？不可能，戴墨镜说不定还有可能。戴墨镜，不是说戴墨镜上公演，
对啊，生日公演那个戴墨镜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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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有过戴墨镜上公演吧？谁？是王瑞琪吧？是不是他？我忘了，他那个眼睛发炎还是啥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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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哼哼哼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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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咪，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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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。什么鬼？明天出太阳了。明天出太阳，那明天以后再说嘛。再摆烂个几天吧。以后就上班了。明天是周一，不，我在算，因为我不想，因为我想把周二周三周四留给刘根红老师，我要做那个刘根红女孩，我要跳操、减脂。周三就上班了，我可以明天开个直播，但是我不想跳云公演，就在口袋。我可以在口袋开个直播，但是我暂时不想跳公演。歌回，歌什么回？我唱的这些歌回你还没腻吗？明天的直播就像现在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没化妆，你随意，穿着我的大花棉袄。减脂增肌啊，增强体魄，你知道吗？打那个周大侠，这样，我今天是打周大侠，就是这样。那这样，因为他有个超快的挥拳，这样。给你两拳。这边，这边，嘿，嘿，腿，什么什么？啊哈，这个配的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我的脸。激动了，激动了。太好磕了，这个 CP， 这个我的解放日志，太好看，太好磕了。
擦下口水。他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播的那种画面，他们就是这个氛围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个氛围感拉满，氛围感拉满，就是两个人坐在这么远的距离，你们都能感觉到他们的中间有电流。太好磕。太好磕了，我要下播了，各位。我觉得喜欢看言情小说的一定要去看看，就是这个，好像也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从此糙汉文有了脸，知道吧？糙汉文。我的鼻子最好看，什么鬼？我也觉得我的鼻子很好看。你搓下鼻子吗？我就是不是搓，我搓搓，我擦我的口水，抠个口水，又有新的动图了。然后现在就这撸头发，还能有什么？煽风点火这样。提供素材了，哎呀，怎么就提供素材了呢？真是太那个啥。素材不是这个吗？这个素材不好吗？这个多好。揍你揍你！对吧？这个多好，表情包就有了。应该在微信做一个表情包，就是这种动图。但是算了，太丑了，我都不好意思，都不是那种漂亮的。看着点剪哦，看着点剪哦，知道吧？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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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了各位，我要下播了，我下播了。别走好吗？走了。噔噔噔噔噔，什么擦眼睛都会有吗？擦眼睛，擦玻璃，擦擦玻璃，可以看一下虎头吗？啊，虎头啊，看一下虎头可以满足一下你，我看看啊，能不能叫过来。
书包，书包，哎呦，哎呦，嗯，嗯，那不看，不想让大家看你，嗯，嗯，不想让大家看你。小姑，小姑，小姑，一个，摸屁股，今天刚给他洗过澡。哎呀，你这个毛啊！哎呦，妈妈把垃圾的水倒在你脑门上了，这个毛。这个毛毛就粘在一起了，黏糊糊的。哦哟，刚洗的澡白洗了。妈妈怎么回事？丢垃圾丢到你这个水都滴到你身上了。啊，是有上海味了，这有上海味，真的假的？妈妈怎么回事？上海味是这样的吗？啊？我对啊，我也洗头了。我现在头发就是虎头色了，虎头色儿。妈妈怎么回事啊？你的毛毛怎么会这样的啦？哎，这么一说就是这样的啦，就是好像真的有上海味道啊，还真有点上海味道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确实有一点。妈妈怎么回事啊？哎呦我的天，这个毛都打结了，这不是打结，都干不拉几的。好了，下播虎头啊，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再见，拿你的小胡子的搓搓他们。外面有修狗脚，叔叔阿姨再见。再见，小哥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呦，龇牙咧嘴。再见，拜拜。咋了？你咋抽抽的？很紧。拜拜。下期还会再播，明天会直播的。在口袋四八，素颜直播。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